最近是不是很少看到不错的飞行射击游戏呀？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这款 Strike Vector 可是大有来头哦。因为啊，这个由独立工作室制作的新作品，可是只花了9个人在15个月内，透过 Steam Greenlight 募资，在短短时间内就成为玩家们超期待的作品哦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现在 Beta 测试即将要展开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是不是很久没有玩到很厉害的空中射击游戏了呢？尤其是题材总是一成不变，不是二次大战就是星际战场射击，而这次要和各位玩家们介绍的这款 Strike Vector 就是要打破传统，做出全新的空中射击风格。场景采用重工业的浮空岛风格制作，玩家将可以穿过包括石油平台、贫民窟、工厂或城市等场景。系统上更加入了高速垂直升降的功能，让游戏更有速度感，飞行速度最快可以到3马赫，是一个超高速的 FPS 新体验。本作预计将在明年年初正式发售，制作团队也表示推出后会释出一系列免费 DLC， 而 Steam 上的 Beta 测试也将在近期内正式展开。对这个作品有兴趣的玩家，不妨赶紧上 Steam Greenlight 关注测试时间咯。